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乔治和佩奇打算去森林里玩耍。露西提着篮子走过来，说：“佩奇，我想去摘果子。”你说：“我们去森林吧。”乔治说：“出发喽！”于是他们一起向森林走去。森林里多了一条铁轨，乔治看到高兴极了，说：“佩奇，苏西，快上来吧。”佩奇说：“我不想上来。”乔治独自在铁轨上走来走去，慢慢的走远了，谁也没有发现乔治不见了。一辆小火车慢慢开过来，佩奇说：“你好，小火车。”“你们好，但我必须得走了。”佩奇说：“再见，小火车。”小火车离开后，佩奇、苏西也继续向前走。乔治站在铁轨旁哇哇大哭。小火车说：“怎么了，乔治？”乔治说：“我迷路了。”正在这时，佩奇和苏西过来了。“对不起，乔治，把你给忘记了。”“我们回家吧，佩奇。”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